于小伙伴们。我的天哪，这样还有救吗？你看，没人的门，我知道。啊，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塞哇不塞哇哇！今天第一次追梦的第93天，非常有意义，拆了一盒2周年，人生的第一次，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追梦人，加油！哦，小伙伴们，不得了了，出事情了！我一大早上起来，我的天哪，我昨天晚上做梦就是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早上一起来，我的2周年不见了，小伙伴们，那可是我的2周年啊，我应该是我妈妈扔到河里了，我来河边来找一找，是我的2周年啊，如果被扔到河里面，这个也太可惜了吧！哇、哦，我的天哪，小伙伴，你们看呀、啊，这里全是卡包，全是我妈妈给扔的，哇、哦，太可恶了，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子，把我的卡包全都扔河里了？我看看我的2周年怎么不见了，不会被我妈妈扔河里面了？哦、我的天哪，这什么？这不是我的2周年吗？328块钱买的2周年，兄弟们！小伙伴们，我的天哪，这样还有救吗？你看这个女人，这个反卡联盟的，你看我妈妈把我的2周年，我的天哪，太可惜了吧，不会进水了吧？哇，进水就巴比克了，咱们回去去看一下，如果进水的话真的就巴比克了，300多块钱啊，太狠了吧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事，不知道有没有被巴比克，小伙伴们真的是太狠了吧，怎么这样子、啊、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结果真的把我的2周年，把我的2周年给扔河里面了，真的。哇，这里面好多的水，好多的水啊！小伙伴们，今天是我追梦的第93天，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我的妈妈了。里面可能全是水，真的巴比克的，这个是2周年啊！兄弟们，怎么这么狠啊？今天把它拆掉吧。我本来想留到100期的时候，我追梦100期，非常有意义的一天，我可能留不住了。今天第93期就把它给拆掉吧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小伙伴们，还是很多的水啊，很多很多的水，很多很多的水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事。现在真的我很愤怒，兄弟们，我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，我该怎么办了，兄弟们？你们说我开始反击吗？反击吗？兄弟们，全网的兄弟们姐妹们，我是不是要反击了？把我的卡包扔河里也就算了，把我的 SP 卡撕了我也忍了，但是把我的2周年我真的忍不了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如果你们的妈妈对你这样，你会怎么办了？他就说这些卡片是废卡，真的一点都不懂。昨天我们又吵架了，把我给气死了，真的气死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想反抗了，兄弟们。我去，全是水，兄弟们，呀，他估计是昨天晚上扔的，在水里面足足泡了。足足泡了12个小时啊！2周年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我的妈妈吧！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，兄弟？哇，小伙伴们，期待不期待？咱们打开一看啊，里面千万不能有水啊，兄弟们！小伙伴们，今天是我追梦的第93天，也是我第一次拆2周年，给我点个赞吧，兄弟们！哇，全是水！咦，我去，小伙伴们，天哪，兄弟们，我拿个布来。小伙伴，我拿个纸过来，哇，这个是我的2周年啊，兄弟们，等一下我去打开个手套了，不要搞脏了，真的非常的紧张，真的可以证明我对卡片的热爱，可不像我的妈妈、认为这是废卡，我才不会认为的。小伙伴们，这些都不是废卡，这是收藏卡片，非常有意义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哇，哎，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哇，这手套有点，哎，有点，哇，下面一层，我去，哇，里面好像没事，你看卡片没有湿吧？哇塞，兄弟们，卡片应该没有事吧？我们打开，小心翼翼的打开，小心翼翼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卡片，应该没事。哇塞，兄弟们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有惊无险。哇塞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！哦耶，哦耶，哇塞，哇塞，塞我，不塞我！泰迦奥特曼，这也是一张 XR， 这两张 XR， 一个是泰罗奥特曼，一个是泰迦奥特曼，兄弟们，两张 XR， 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两张卡？小伙伴，今天视频只要大家评论最高的那一位喜欢这里面的东西啊，都可以跟我说。水吗？我的天哪！哇塞，3D 的一个精美卡册，小伙伴们，我这卡册我也不要，小伙伴们，想要这个卡册跟我说一下，这卡册我不需要。哇，3D 的，这感觉还是很哇塞的 ，3D 感觉不错。小心翼翼啊！哇、哦，这里面还有四波卡啊，兄弟们，我去、啊，还有四波卡，然后还有一个卡砖，哇，什么都没了，这里面还有吗？我们打开这里面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宝贝。哇，这里面也有水。哇，这里面有 SP， 兄弟们，这里面是剧情卡，我们把这一盒拆来看看。看看这里面有几张 SP 卡。哇塞，兄弟们，哇！捷德奥特曼，
帅啊，兄弟们，帅不帅？小伙伴想不想要这张卡？哇，又是一张，哇塞 ，SP， 哇，五张 SP， 兄弟们，哇，赛罗，哇，哇塞，真帅，兄弟们，小伙伴们帅不帅？哇，哇塞，哇哇贝贝利亚，哇，哇哇哇塞，哇哇哇哇，兄弟们，真的好帅啊！然后是九二卡，哇哇哇 ，P 二卡全是好卡，兄弟们，哇。小伙伴们，哇哇塞，太帅了太帅了，咱们把这一包，哇，太激动了，兄弟们，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了，小伙伴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爱卡片，只要 让我开卡的我什么都愿意，哇，太开心了，真的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宝宝，哇塞，太开心了，哇哇哇哇，全世界剧情卡，哇哇塞，哇，小伙伴们太帅了，然后这个四个卡包，小伙伴你们想不想要，想要的话评论区点赞评论最高的那一位，我把这四个卡包给我的粉丝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没有你们也没有我。